我只会邀请你。来吧，亚雷莎。你看他脸红了。哎，马上就明白了。没问题，你不嫌弃要不要交换工作呢？他意思是我要来看着亚雷莎吗？没问题啊。那个，真叫很期待。他刚刚，对啊，我在讲，他一定以为李恩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在邀约他。你看，他说真令人期待，因为李恩刚刚对他说真令人期待，这讲话都讲得不清不楚啊。嘘，爸爸和妈妈在里面相亲相爱哦，要小心别打扰到他们。小小知识台有放到 YouTube 吗？明后天应该会弄吧，因为要整理的还蛮多的，对啊，所以必须要再弄一下。悄悄有超鲜艳的红唇，啊，我的嘴唇就是作用的。哎呀，亲爱的，脸颊上沾到奶油了哦。好，干净了。呵呵，在家里外的地方还这么做，还是会不好意思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一不小心就在那边放闪了，太可怕了。修卡，那你跟艾伦应该很熟吧？还好，没聊过几次天，有点害羞。是哦，他每次在说你坏话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。他说我什么坏话？他都说你，刚说你那个很没品，都爱骂说人家的坏话，然后还抢走他的灵性，他非常之不悦。你看他生气到现在都不讲话，他现在完全是默认这件事情。他只要有人是他不爽、他不喜欢的人来，他就不讲话。他只是算你吗？你不是头破离间的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看，他到现在都还没讲话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哦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需要一点沟通。哦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就是他这个人就是心很小，每次都在那边骂我、骂别人，然后狂骂你。我觉得你就是可以把他给踢掉。什么 SK， 他居然有你的好友，赶快把他给封锁了，加我好友就好了。这才是你的主要的目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一切都是个美丽的误会。这个一定就是像我所说的那个样子啊。你要相信我，这个比练习五十年的我还要厉害啊！你怎么会相信他？那你不相信我，你要相信谁？对不对？哎呀，你看又没有别人讲任何其他的话，所以那我讲的就是推定为证。是不是太好了？悄悄的声音怎么练出来的？好有磁性哦！你耳朵有问题？你先吃巧克力啊！哦，好好好，对对对。觉得我声音还不错的话，就觉得每天吃巧克力就可以跟我一样了。我说悄悄，我每天都吃巧克力，我现在已经胖了5公斤了，可是我声音还是这样，没有磁性。不会，我觉得你的声音蛮智障的啊。哦、但是你怎么会胖了5公斤？那你说你是脚春的话，因为我每天早餐餐吃巧克力。看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。对啊，赶快赶快。你想要减肥吗？我其实可以帮助你。每天吃巧克力。就是你把你全部的巧克力寄给我。妹妹，这样你就不会吃到巧克力，你就不会有那些热量了。哎，辛苦的都是我，没关系啊，我觉得就没关系。我再把那个可以寄的地址给你，就把它寄过来，好不好？肥宅。什么肥宅？我在拯救人呢。我在拯救人啊！你的泪腺也变得不听使唤了呢。全世界有很多可爱的女生，他居然说看到一个长发金色的女孩子，一定是亚丽莎。好啦，要不要赶快？苏卡，是不觉得我刚那样提议还不错？不是，我本身就没什么爱吃巧克力啊。那你还说赵三三吃巧克力，还说你胖了5公斤、你根本在胡弄大笑啊！可是你刚刚教观众说吃巧克力就可以让声音变得很有磁性啊。也当然啊，绝对没问题啊。
真的没有问题吗？真的没问题啊，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啊。那它长宽了怎么办呢？长宽了不会啊，那一定是一个误会。误会吗？对对对对。那个吃巧克力减肥法你没听过吗？是增肥吧？减肥啊！会胖死人啊，每天吃苦的巧克力，哎，我说真的哦，有没有？真的啊，会没有食欲。而且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T O A S T？ 巧巧，我每天吃巧克力都没有变重耶。讲真的啊，不开玩笑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有什么困扰？哟，我小孩子继续卡在树上了，来借梯子，给我梯子，他就要扛着这梯子走，好猛啊！他自己出去吗？好像会。我妹被巧克力的外表骗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我又没有外表。你终于承认啦！太神了！我只有各种内在，外表就很普通啊，就跟小不知道你长一样而已啦。就还蛮普通的一个人呢、啊。你说他长得很普通，我现在抛上去，你就会被全世界骂。不会啊，就跟我差不多啊，我们都长得普通啊，就没有什么到特别的帅气啊，就很一般一般。我最喜欢这个气球的颜色了，哥哥，谢谢你，不要谢我啊，把你的巧克力拿出来，受到温柔的哥哥的帮助，这孩子好像也很开心。可是我不开心啊，弟弟，你没有给我帮助啊，弟弟，连狗狗都生气了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哎哎，小狗汪汪，小鸡哔哔哔，苏卡会吗？小鸡哔哔哔，啊，苏卡，那也是小鸡哔哔哔，你不会？不会，我在状况外。你在状况外，我在状况外。不行，我要先停一下，我一定要找给你。小鸡哔哔，你不知道小鸡哔哔哔？我不知道小鸡哔哔哔。那你知道些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智商太低了。真的，哎、欸，你这样真的不行。还好你今天遇到了我。沙袋刀，拯救了智商吗？拯救？哦，这何止是智商啊，这根本就是脱离世纪一万年了。哔哔哟。鸡哔哔，鸡哔哔，我来找一下，为什么都是别人的？哦哦，小小，哦，这个我等一下来看一下，这个好像看到很猛的东西。哔哔哟，小鸡，哔哔哔，你居然不知道小鸡哔哔哔？对，快帮我长知识，让我知道一下小鸡哔哔是什么东西。鸡哔哔哟，小鸡哔哔哟。也许不想机器点差就要停。哇，这已经到54万了。哎，苏卡，你看完这部影片，你带我一定要看完。哦，对，哦，一定要听到最后，这很重要啊。哦，学长不在，到底去哪里了？去骑马。小鸡哔哔哟，小鸡哔哔哟。为什么巧巧分享的影片都那么洗脑？哪有？这是很正常的影片、啊，正人君子才会有的啊！在这里，在这里，真是我跟你说那么多次，要你务必和玛丽老师逛逛的。喂 ，Mint， 你不要造成玛丽老师的教官的困扰啊！因为这也是为了舅舅嘛。啊，头痛，真是的，这家伙到底想把事情弄得多大？要是不这么做，舅舅你们两个完全不会有进展啊！什么进展啊？敏特，不要乱误会啊！呵呵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那个，我没有其他要事情要做，或许还有玛卡龙教官一起逛也不错呢。玛丽教官看起来那也太温馨了。玛丽教官人好好，可是这样才变得更误会吧？一下子小苹果，一下子哔哔哔，这都很好听啊。就在刚才 Cosplayer 那方面有所行动，似乎要发表冻结存在行内的外国资产。唉，想到鼻子诡计啊，真的接下来事情就很可怕。有没有？
舒卡，你会了吗？这怎么会啊？太神了！你会了吗？一滴哟，那歌词真的太神了。小鸡哔哔哟，小鸡哔哔哟，舒卡换你。小鸡，为什么一回来就要逼舒卡唱这个东西？哇塞，你一回来就在嘴舒卡。我在嘴你、啊。我怎么会嘴舒卡？你看舒卡都要哭了。什么啊？你又在一直挑拨你吗？因为你一直在嘴他、啊。太过分了、啊！大家一定知道巧克力都在乱讲话的。舒卡相信我。他刚才讲了什么？他刚才讲我坏话。他说你都讲他坏话。讲谁的坏话？没什么机会和罗心如姐姐两个人嘟嘟嘿嘿，不过很好玩，现在就算了。话说回来，抽签的时候抽到了有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说鲁迪吗？有来是什么？舒卡，你要小心艾伦。我在舒卡，你要小心巧克力。大家应该知道，到处逛逛，开心点。虽然卡又是输给了凯，所以很不爽。我今天是第一次来玩嘛，所以要放点水。那个，对不起啊。每一班的摊位都很有意思，孩子们也很开心。孩子的笑容果然是最棒的，只要大家露出笑容，负责带队的我也会很开心啊。天哪，可是艾伦都是。让别人露出难过，然后他自己露出笑容，啊，浑身都发抖。我，恐怖恐怖。好了，舒卡，你要不要再来？不要，舒卡，不要理他。你们都各居一方，我觉得好难过。你觉得很难过？你知道难过的时候要怎么样吗？嗯，就是要唱歌。哎、欸，有没有道理？哎哎，你在逼我唱歌啊！小鸡哔哔哟，小鸡哔哔哟。小鸡哔哔哟，哔哔哟，快点，舒卡！小鸡哔哔哟，大声点，大声点，我听不见。小鸡，小舒卡，哥逼我唱，这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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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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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力吧！快点去避难吧！哎呀，别过来！玛格丽特同学似乎也是相当热情的。这次可能是浑身少一落败吧，被这个吃货来了，竟然在这一桥，看来是命运的安排吧。哇，小夏，你有没有觉得很亲切的感觉？谁？这个、啊、有没有？好像你有双马尾，难怪那么亲切。双马尾，你都这样，根本就是小夏。你看这个嘴巴、欸，你家不是有这个假发吗、欸？你看这个嘴巴，完全就是小夏的嘴啊！你常常当变装癖。你看这双马尾，这个身材，像你啊！哇塞，小夏你怎么出现？我看他的 ID， 我觉得跟你一模一样。小夏利特，哦，欸、面糊快把你的假发拿出来，快点，拍实况啊！小夏利特，快拍视讯，把你的假发戴上。什么？我可是巧巧少爷。没有，就像这个纹身一样啊，帅气啊！有欠揍吗？啊？他很欠揍啊！谁叫你讲话的？我一直都可以讲话。你一直都可以？你确定你一直都可以？你要不要谨言慎行？啊，我自己把麦关掉。再见了，各位。艾伦，小小霸凌啊！拜拜，艾伦。公然霸凌。撒尤娜娜。艾伦，小鸡哔哔哟，小鸡哔哔哟，这是挑衅啊，小鸡哔。这是挑衅吗？哎，艾伦，艾伦，你出现了，艾伦。哎，想跟他说话，就是拿不出勇气啊。至少问到他什么时候才可以轮值完啊。这个艾伦真的是，哇，各种没有勇气啊。我们正在收看《巧克力极限之一次欺负三个》，什么东西？舒卡，我欺负你吗？我小鸡哔哔。舒卡，小鸡哔哔哟。太棒了，舒卡！我觉得我必须要赶快离开这里。你说你想要多听一下那些歌，然后等一下回来再好好唱。没有，我没有这么说。我觉得那个要练真有一点困难。但我相信舒卡你办得到。欸巧巧，嗯，可是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应该一分钟就可以把这首歌给练好了吧？是差不多了，对啊。我觉得还是要压轴一下。
对啊，那你要压轴，代表说你今天关台的时候就会唱咯。不是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等你们都唱完之后才轮到我。